好，可以。你不需要那个，一定要找一根就把，就这边弄了会浪费很多时间，你就把你的夹子放进去，随便夹，就是放进去，你会感觉到夹东西，你就它不一定是在第一根，懂吗？你就是放进去，感觉上有夹东西，你就往上拉，有时候会有两根，也 OK， 你就放回去，只要夹一根起来，这样才不会浪费很多时间。然后夹上来之后。就粘胶 A B 嘛，然后 C 找你要接的那根睫毛去滑胶，我觉得胶太多，我不点一下，然后让你真睫毛都布满黑胶，这么哎歪掉了怎么办？把它调回来，不要调根部哦，调尾巴，因为根部已经有黑胶，你一去碰它，你的胶子就都会是黑胶，等个3到5秒，你就摸出1、2、3，然后放，等它固定之后，你再去夹另外一只，它不要在它旁边，不要那么相爱，离远一点，不然它会黏在一起，因为你看它还没有完全干掉。3，好，放上去，不一定是3下，就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。歪歪的哦，就你试试看，把睫毛就放进去。一，锁，你的锁要打开呀、啊！你不让他走，他怎么离开夹子？然后脚底，3号，有了。对啊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再看旁边的，往上。往你的方向，对对对，这样比较好。如果你往上会稍微有一点拉力。拉的。那比如说我要这中间这一根就。对，你就用左手吧。对，你压大力一点嘛，往下压是 OK 的，它不会。可是它会，因为这个是假人头，所以它会往下。所以你要吃力点，要自己去控制，让你好操作。对，然后放 OK、啊。那你的夹子要松啦、啊，对，我松了。OK， 那你歪掉就从上面稍微调一下。好，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好。